这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亮，可我一如既往的充满力量，不后悔选择了这样的时光。这一年多，我为宇宙所做的每一件事，宇宙飞就是想知道他到底还怪不怪我。不过我也不再纠结了。或许只有我的离开才能让余周周彻底放下伤痛。莲雅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离开算是我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叔叔，你知不知道莲雅要转学了？你哪听来的小道消息？我刚在文具店遇见张燕飞给莲雅买礼物，我叔叔下周就走了。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走吗？那就别犹豫，选择去飞翔。一样的。怎么来了呀？你不是说你在广场吗？我就一直在等你。那我要去的地方，那我就一直等呗。独自一人也可以去飞翔，我的光，黑暗里依然最闪亮，因为它是我最温暖的光。余周周同学，听说你要考北大，被你们吴老师批评，不就赶了吧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想。别呀，不是说好一起去北京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好了？周周，我想和你在一个地方念大学，因为你就是我梦想中的一部分。我想好了，还是考北大。那能跟我说说你的理由吗？因为有人跟我说，我是他梦想中的一部分。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朗，可我给自己插上了翅膀。只要是你送我都行。让自己感觉到恐慌，那就别犹豫，选择去飞翔。莲雅，你真有余周周，你真可爱。莲雅，你真可爱。